小鹿见鹿本领真面目，马上就要和宝宝上摊会了，你还不收拾吗？什么？你不是跟我说明天才开的吗？你故意给我发了错误的时间。也没有啊。陶露露，你什么意思？刚刚是千万博主，怎么可能做内容品呢？就是，小鹿，还好你帮我证明，我先去开会了。哎，你跟我说清楚。哎呀，你别打扰他，给我过来。小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让你爸说知道是刚刚害我的吗？你怎么还……我得让他放松警惕啊！还好今天这个会议我爸也参加，我才能来，不然你就等着哭吧。什么？我爸他可在意博主的体态气质了，你赶紧把这个 U Plus U 撑穿上，他两侧都有果冻条，是有效反重力提托，能收拢赘肉，你的体态更加舒展，而且舒适无感。哇塞，哎，那真的是太好了！我每次一开会开好几个小时，真的特别不舒服。把这个安视优的隐形眼镜也换上，因为要长时间看电脑，眼睛容易干涩。这个欧舒适日抛能保持水润舒适，是3.5小时呢。真的挺舒服的。嗯，它的正式一点，这样的广告商才感觉到被尊重。但是我昨天晚上没有洗头，现在头发又油又脱皮屑。这是我爸今天要推的维姿绿标洗发水，它适合油性头皮，能净澈可见头屑，让头屑不反复，持续使用效果更佳哦。谢谢你，小鹿。哎呀，你肉麻死了，我可不是送你的，自己去淘宝搜618好物必点买，天猫有点都是些同款，赶紧收拾，我去帮你拖延时间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千万博主陶耿耿，这是我的账号。千万博主陶露露不是还没到吗？你说什么，小鹿？我才是啊！怎么回事？拿着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这个账号340条作品都是陶露露的，这个陶耿耿是冒名顶替陶露露。竟然还有这种情况！看来得把这位陶耿耿小姐拉入我们公司的黑名单了。不是的，是陶露露她霸占我的账号。你这是演的自己都信了？就算把广告投给你，你敢接吗？那陶露露现在她敢来吗？我怎么不敢来？怎么样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故意等这个机会来整我的。是你一直在整我，不过属于我的机会和我的朋友你是夺不走的。